直播吧7月2日讯，今天詹姆斯宣布加盟了洛杉矶湖人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詹姆斯加盟了西部之后，再加上目前德里克罗斯签约了森林狼，这样的话，上一个拿到 MVP 的东部球员还要追溯到2000到2001赛季的阿伦艾弗森了，分别是2017到18赛季的詹姆斯哈登火箭，2016到17赛季的威少雷霆，2015-16赛季的库里勇士，2014到15赛季的库里勇士，2013到14赛季的杜兰特勇士，2012到13赛季的詹姆斯湖人，2011到12赛季的詹姆斯湖人，2010到11赛季的罗斯森林狼，2009到10赛季的詹姆斯湖人，2008到09赛季的詹姆斯湖人，2007-08赛季的科比湖人，2006到07赛季的诺维斯基独行侠，2005到06赛季的纳什太阳，2004到05赛季的纳什太阳，2003到04赛季的加内特森林狼，2002到03赛季的邓肯马刺，2001到02赛季的邓肯马刺。